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各位嘉宾发奖状。首先第一个奖状叫做最佳默契奖。是的。提名名单有尼格买提、撒贝宁、萨利组合。哎，这提名哦，还没我以为发奖。提名。倪萍、蔡明的你猜组合。你猜。还有边疆阿杰的边杰组合。接下来有请小尼小撒上台来发奖状。好，有请。最佳默契奖状。谁啊，他哪颁奖嘉宾？哦，这有获奖词。颁奖词？什么获奖词？有你在那获奖词。他们是两位优秀的媒体工作者，他们在工作上相互帮助，齐头并进，谁信呢？在生活上互相关爱，惺惺相惜。不可能，就连同行们都直呼他们默契值爆表。默契是长久的相处之后彼此都明白的节奏和界限，希望两人共同携手为文艺舞台增光添彩。请看大屏幕。哎呦哎呦，还有大屏幕呢。哪有哪儿的小撒前面。这是83年的。去体验自己的一生中每一个时刻，开拓了眼界，学到了。不是我们俩，是你俩才怪。你们这个坑挖的实在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么好的一个奖，感谢感谢。这个奖项临时取消了，因为组委会有一些内部不同的争议。没有争议，没有争议。